Grand Via Hotel 了。然后他们的电梯啊，在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然后是透过重重的保安人员才送我们到楼上来的，所以非常的酷。然后呢，天翼小公小朋友已经睡着了，哦，真羡慕。果然看起来是有很高级的样子啦。如果没有搭升降梯的话，就是要从这个入口进来，然后门口在这里，然后这跟进入车站呢是在同一个建筑物里面，然后对面应该就是那个大力伊斯丹百货公司，大致上是这样。整个 check in， 他们这边就是 check in 完之后呢，就会把行李呢推到我们的房间里面。对，还蛮酷的。去我们的房间，看一下外面。然后呢，他们有一个服务人员帮忙代位，然后另外一个服务人员帮我们搬行李。OK， 我看到那个人形了，小绿人。饭店，好像迷宫哦。Noise， 哎呀，哇！全程有4公里多。哦。非常之牛逼，是为了能看见的人们的。来，进来了。OK， 要你的床号。来，我们终于进到了我们的房间了，但是有一点失望。失望原因是因为我们预约了婴儿床，它竟然没有婴儿床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决定把他房间的两个沙发椅并在一起，推在墙角，当作我们的婴儿床。然后啊，虽然有点失望，但是这个房间的 view 真的很不错。可以一直看到列车一直开过去呢，而且即使是会听得到一点点声音。咔啦咔啦咔啦，这是一个白噪音，可以帮助睡眠吗？哇，看到了清水寺了。清水寺在那里。嗯，
看他。OK， 总之呢，保持愉悦的心情。但我现在很肚子很饿了，但是还是要先顾小朋友。你看，红红的那里，怎么样？红红的那区。最远。对，就是那个佛像的右手边那一块，离佛像很远。嗨 ，baby， 很好玩吗？你不要吃自己的袜子啊，嗯。好，我准备要来把另外一个也推过去了。